已经3点了吧？应该啊，对，58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还有2分钟，还有2分钟没来，也不能代表什么呀，不能代表什么，对，多等一会儿吧。不焦急，不焦虑吗？现在还好，还好。但是，小女孩迟到一点也正常嘛，没有什么问题和关系，对，等一会儿嘛，多等一会儿嘛。久了。是吗？59是。大哥现在紧张了。3点了。啊，我知道。再来个半个小时吧，至少。现在已经过点了。所以，好像白等了。但是很多事情才你眼前掠过去。小伙真的可真的不错，很优秀，也蛮优秀的，他会找到他的真爱的。